中在这个以 4AM 为中心点，集中在 4AM 的南部的队伍要更多。哦，鸦片！哎呦，哎呀，这小北这是什么？这个高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呀。是的，这掉一个人是个伏笔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觉得 TMA 不能让这个高点。哦，哎，我会发现十七动，南哥有想法了，来了。哎呀！哎呀，等半天了，我这好难补啊，这个。南哥，啊，这差不多就感觉就行了，补点儿。南哥打坐的时间太长了，起来。啊，还要往我开？小杨摩托车，这个小杨走不了了呀。龙宗拳，洒洒走了。把他穿过了这个防区，没有事情。是，操，感觉没办法，一辆摩托呀。就是我感觉，就是萨拉刚才过来的时候，应该能，他那个角度是可以看到小海这辆车的，就是这个长条房这辆车的。那还要往我开？没事，已经晚了，就是当开嘛。哎呀，这又是一个摩托车惨案。是的。小北的一个补枪啊，见到是零速，那就不奇怪了。天，好像是一个分彩的位置。女娲兵来了，只要强行攻这个厕所。啊，这个位置，这个敞篷车还要往前开，又来一个。龙斯哥，龙斯哥硬生生是点了女娲兵两个人下来。那后续主要是看到右上角出现的 New Happy 的对标，来劲了。哎呀，这是 RBS 来打了之后被天路打了一个人，十二月、啊、天路没了，天路怎么也天路也来了？是的，这看到牛哥了，哎呀，吃牛肉，牛马兄弟得在一块儿啊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呦，这一波啊，就不简简单单是两个队伍之间的战斗了啊！你看，从这个小地图上来看啊，牛 happy 就是被包围的这队伍。就有点像他现在有点就这种就是排名头部的一个队伍，因为不调转墙头了，要打 RBS。哇，三倍进来 AK， 这个距离还是有点陡的，没办法。这个感觉没有枪口好像啊！哇，这个距离直接甩喷子，旺仔。旺仔，没办法，子弹打空了，你只能换切自己的副枪嘛。有效果，只能说有效果。你看到了，大爷，你看到了，真细啊！一枪四滴血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哎呦 ，RBS 也是损失惨重，这个三圈还可以救，但是救起来的话，强行切入，前面有个坡，对，前面的坡可以利用啊，只要这一波的转移不掉人就还可以，就前面这个沟了，就这个沟可以。嗯，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前行刷了之后，如果 4M 第一时间踩到他头上的话，他就真的站不起来了。你看这个圈，哎呀，机会直接回去找位置去卡。那 4M 一会儿再来的话，就真的完了，就实际来不及了。这个圈纠结难打，很难打。是的，这边 RBS 前路，萨萨想引人，结果被 IE Baby 直接给反手打下来 ，RBS 直接把天路给灭掉了。是的，小心啊，这分拿的时候，你这小心。对，哎呀，还是倒了一个。哎呀，啊，没问题啊，投掷物解决了。又倒了一个，啊 ，AC 也倒了一个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能不能扶啊？这是关键。蓝圈在缩了。能扶。还是比较偏向于宽边这一侧的。是的，赶紧救啊，要不一个都救不了了。你看马云龙救不了了，那边是 AC， 感觉也悬啊。哎呀，损失两个，能不能出去？能不能出去？啊，哎呀，这一波，如果有饮料，说不定还能出去，没办法，来不及打的。十七和 4M 这边打了一个一换一，但是十七的位置更差一点啊，这边直接被补了。4M 这边还能救，主要是悟空也来之后，十七又被压回去了，就是压回了他的刚落脚点的这个沟里，赶紧跑，不跑也是没法的。去哪儿啊？没地儿去。没地儿去了，行。枪线有点多，祈祷，一定要祈祷。完了，小北倒了，哎，他这个位置
有车还行，有车能驾一下。不是，没有车的话，我说的是祈祷，不是说自己倒，祈祷。哎，小心土豆雷，土豆雷。哎，这个太难了。我觉得 DDT 这个雷的储备量应该还有。这颗是不是雷？还想走，被猴王给击倒了，而且这个位置还不太好。看一下高兴能不能过去扶一手。先来看一下近点啊 ，FM 和 SBS。这边队伍走不了了，混分。哎，开打。我们打一个，看到了，出枪，打一波侧身，抢回去。是。但79这波的输出还是把卡尔路给放倒了。赶紧补。啊 ，FM 倒了三个了已经，悟空也来了。烤鱼在身后，在原点。那 FM 有没有机会救一下？因为还有十秒缩圈，救一个也行。感觉是可以尝试一下，悟空过来还是拖了点时间的呀，也没拖太久。烤鱼的话钻雷来了，那这个位置要扔雷有点危险，雷扔过了，没扔过，还好还好，捏太久了。查查路去看信息了，拖了点时间，拖了救人的时间，顶住顶住啊，救一个就可以了，这个救不了了。再封个烟，还有个烟，最后给那个枪线，不能救了。哇！烤鱼一圈手足情深啊，兄弟情深 啊！一圈二，75跳了，直手那个位置也没什么操作空间了，感觉。哇 ！DDT 直接开车撞这个位置，哇！小宇宙直接是被撂倒，顶上瓦马能撑多久？秀了！哎呀，瓦马倒了，没了，瞬间被灭。这位置我倒反倒觉得是可以那种封烟。找角度进那个，哦，又来了 ，Paro 来了，很快要炸，车要炸，哎呀，很快就没了，速度很快的，速度很快的。物资后续全行，哪怕比较极端，也可以让巨幅再去稳一稳。是。啊 ，CTG 感觉这一把机会好大呀。对 ，CTG 上房打靶，打他房顶一战。这就是他的舒适圈，哎，CTG 的舒适圈很明显了。实际兽他干拉过来了，没人看他。啊，没人看他。看了看了，有人看了。啊，有人看了。好，坦克还是眼睛尖点啊。不是，主要是这么一个大平地上面有人在跑。跑了半天了已经，他已经跑了很远了才看到。完了。还是没了。那实际兽也被淘汰。这玄子这个位置还在圈。通过烟雾弹遮挡枪线的话，还能再等一等。DT 那边也是一两支满编队，其实这个全型都有位置可以站啊，影响不大，就看巨幅了。巨幅肯定还是要拿麦田的这些麦垛。好的，音架也被淘汰掉，这一趴也没了。这一趴我是两个独狼都离还是稍微远了一点，找个麦垛停一下看一看，车胎被卸了，小五。哎呦，小唐这个枪啊，太烫了。怎么能补了？还是被修到了，还是被修到了。这个车啊，翻的不好。五 V 把小宇宙补掉。嗯，好，五 V 拿到了一分。有什么机会去补这个人？嗯，主要是他面前这个掩体，这个伏地还是能被看得到，很尴尬。是的 ，MCG 大仓就保了两辆车嘛，这后边三兄弟这一辆这种没有车的，没有这个轱辘的车。前面的话。小鹏那个位置开走一辆还倒地了，啊，这个地方要救啊，这个地方玩跑啊，得救的呀，你是不是在玩盆是吧？哎，漂亮，推袭这颗雷精准命中王骚骚。哎呦，这是玩了一颗呀，五V这个雷真的精准。哎，他这是波士预判，再来一颗，两个全都是狂人。哇，又一颗，五V 站起来了，五位，后半句你们接。这里全部放在巨幅身上，只要巨幅，淘汰掉，那他就可以去进一步的去拿下这个天霸刚才站的一些位置。但是要还要看 CTG 一个脸色 ，CTG 这个如果站上来的话，提前把位置拿住，没打掉，那尘土飞扬。没打掉的话，这个机会可能就错过了。MCG 可能要收缩一下。是的。还救，不给分。把他救起来，救起来也不给你分，能救起来吗？能救起来，完了，哎，没救起来，还是有一本，还是有一本，还是跳了。哎，猫克星倒地了，这边是 MCG 先打出了一个破口，哎，这个雷很致命。这坑现在谁过去都可能有点这个过点路程，容易被直接秒了。哎，这个六倍镜漂亮，猫克星倒地打一个，
这六倍，王骚骚是使用五五六的枪械，真的都是一流啊！是的，还被补掉了萨本，五 V 那劣势了呀，留了雷，所以说他在等 CTG 进攻，这个雷就要起效果来了 ，CTG。哦，雷一下被击倒，这是个后点，但前点位啊，王骚骚已经守雷部署了。王骚骚也留雷了，是的，都留了，都有这个库存雷啊。王骚骚过来看，石头后面有人，哎，石头后面有人，补枪，打赢，喂，哎呀，补枪 ，OK， 没问题，王骚骚这是再打一个，王骚骚，恭喜 CTG， 万万没想到啊，王骚骚还是留了一颗雷，而且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，他是。就是进。